我当时在咱用脚挖，啊，今日下脚甲挖着，然后就将人较无爱，啊，所以咱加减要用手来动啊，拔个然后开，啊，所以伊接出出力，啊，一直当当伊个枝啊，就伊弯一弯。得到堪称世界影展最佳纪录片、最佳摄影以及最佳女性导演的纪录片《老鹰之手》。电影是记录早年生产然后的嘉义民雄牛条山农民，因为逐天咧挖然后，双手豆豆变形，那亲像老鹰手。故乡伫牛条山的导演曾丽君开了四档来制作，日前伫嘉义县创新学院举办讲座，分享记录的过程。上映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等于来这边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，《老鹰之手》在今年10月29日就要全台上映了，就是一个属于我们嘉义县在地的故事，要在全台湾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戏院都可以来上映。然后很能够有这个荣幸，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嘉义乡亲的关心哦，因为我在座各位嘉义乡亲的关心，无大家支持，今仔日这部纪录片不会成功，不会完成。我国校的时，我都读这时是拢做班长，啊，因为我家庭无好，所以阮爸爸不教我读册，啊，伊就一直做到他就怎样，只要十几岁我就开始做啊。白天工作的时候是不会痛，因为可能是有在动嘛，对不对？他晚上比较没有在动的时候，他血液循环比较不好，所以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就头晕啊，都会抽痛的啦。然后龙许立明讲，彩绣然后是真麻烦，伊生了深，可是阁真脆，所以农民家人靠着双手来学。先把半个身躯屈入然后园内面，阁细致把然后对六个脉内面学出来，就惊伊受着皮肉伤，未伤歹无人爱。生长在这个土地，土地真的给我们太多，但是我们回馈太少了，回馈太少了。20年后，我才惊觉，原来家己我生长的所在是全台湾最水的所在。20年后才发现，20年后发现了，我决定要回乡，好好为我生长的地方来做一个记录。那也很感谢各位乡亲的支持。导演曾丽君讲，咱老龙就是靠这双老鹰之手，饲囝饲养大汉，守护家园。目前66岁许立明，依然搁咧种莲藕，莲藕就是因性命情感的连结。老鹰之手要伫10月29日全台上映，邀请民众进戏院支持这个在地感动的故事。记者黄美佳关场报道。